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新型刚出的这个 101C 这种刀片。101C 这个刀片，它主要刀片涵盖的是翘 CPU 的 CPU 边胶、中层胶以及硬盘 WiFi。那我们现在拆出来看一下。每一个包装盒它我们都配有一张砂纸，这个砂纸是1800的，还有一张刀柄，包含着有三种刀片啊，这个刀柄也是非常顺手的。第一种刀片啊，这个是边胶刀啊，专门进行 CPU 的边胶处理，所有适合所有 IC 的边胶。这一个是硬盘 WiFi 啊，敲硬盘敲 WiFi 的。我们这一款刀片是撬 CPU 中层的，A8 A9 还有底层都可以撬，因为这个刀片是很薄的啊。接下来我们就示范一下这个刀片，好吧。